强不守礼，勇强不守将，气强不守义，武强不守兵，有强无强高相伴，无强有强作分行。你我的招呼了啊，也许是我连我的无感无无独破，是你为无人气色操心太多，所以无法专心。你今天是几次不错，但是意外困难，你是别操心了。第一，苏焕金已经公开算清，绝对被加入门槛。第二，正都以苏慧天之见，虽然无法将苏慧天完全歼灭，但算是已经得到小小的胜利。你何必杞人忧天？你应该趁着胜利这段时间之内，好好领悟剑谱。但正道不离之时再悟，就无机会了。你讲的无错，换一个环境，也许会好转。已经是老在此地，如果只是为了使人容易找到你的行踪，我想你永远无这份寒心。听我出九首剑谱其中的含义，好吧，就以你之言，咱先离开此地，随我来吧。